拳击，骑马，击剑，风帆冲浪，乒乓球，秋千，滑梯，跷跷板，沙坑，转盘，斧子，锯，螺丝刀，钉子，锤子，叉车，推土机，消防车，救护车，拖拉机。两个公主坐在城堡里，大象站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一个小男孩背着一座房子，他躲在箱子里，他拿着一个大杯子。好啊。